越看我越好看，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这么夸我，这么夸我，指定是有事儿，是不是犯啥错误了？感谢新人，谢谢谢谢信然哥。感谢我小梁哥，谢谢我小梁哥大力支持，一片祥和，是不？那是不是这那就是没有事了呗？但是我没直播的时候，咔咔的好多事呢。谢谢望尘，谢谢我望尘哥。丫头再也没人敢说。再有一个啊，咱们家的人，4823的人出去不行点评别人，也不行跟他不行跟外人去参与啊，去干仗，自己家的事儿啊，自己家的事儿不要就是说这边也去那边也去啊，你们就是在家待着就行，不要六九军团干六九军团的，是事儿不参与，听见了吗？以后听清楚了吗？省着是要干仗，这个对了那个错的不行参与。他们有的吧，他愿说啥说什么去，完了管理啊或者啥截图，他还说我，还说我啥了，说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还说啥了，把那些说风凉话的都给我扔出去，马甲扒了直接给我扔出去啊！终究要醒来，我失去了方向，我的心为你而痛。我不办正常去了吗？我的心只有你能伤，你的誓言。完了，我回来了，这个我没直播。哎呀，你可别提了，夸夸这信息给你来了，这儿干起来了，那儿打地了，回来一片祥和。只要我不直播，我发现了，掐指一算，不直播，你就不管是什么事儿，不直播就有事儿。谢谢敷衍哥，等你回来了，是事儿都没事儿了，嗯。小梁哥说啥了？谢谢小米哥哥。新人哥，你是不是要报告小梁哥他说啥了？谢谢知足常乐哥。看着你流离的眼睛，刺痛我的心。谁说不要你们了？谁说的啊？不知道出家人不打诳语吗？说我晒网，哪来的网？网搁哪儿呢？可是我终究要醒来，我失去。你就是不敢承认你想我了而已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只有批评我，我这都可以理解。谢谢那个萍姐，没事，我知道你脸皮薄，现在我脸皮比较厚。感谢萍姐。完了，宝宝很乖，完了完了完了。